来，不用躲了啦，来，过来。前往花莲市一名张姓通缉犯住处埋伏，员警趁张男外出，顺利将他逮捕，在屋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毒品净重0.46公克。经查，张男因涉嫌毒品案件，花莲地方检察署发布通缉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